小朋友心里紧张，医护人员一人筛检，一人帮忙扶头，另一边还有柜台专门让患者拿药。再也不用到医院，人挤人。台中市开办大型 PCR 给药得来速，筛检、看诊、领药一条龙，分别有两站。海线民众可以到同综合医院，市区则是在中央公园。大概20到25分钟之内就可以有 PCR 的一个结果。这里不会重演罚站排队乱象，贴心摆放塑胶椅，让民众拉开距离坐着等。分四条动线，两线给一般成人，排队人龙约300公尺。还有长青通道跟亲子得来速通道，避免家人带孩童重复排队。大概是每1到2小时就会有防疫计程车，把我们这些市民的整体送到我们的病理检验部，我们都有对接的窗口，直接串联到我们资讯室的主动的发诊讯的系统，然后就会传输给我们的市民。医学中心协助，一般动员50名医护人员，从早到晚8小时，筛检量能可达1500人次，加上同综合医院，最多一天能服务2700人，民众可以就近前往，为医院诊所分散人潮。记者陈尔云杰 SNG 台中报道。在这边呢，告诉来大家，旺旺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